閨蜜女王。澳洲同埋呢個温哥華咧，佢剛好夏天同埋冬天調轉噶嘛，咁所以咧澳洲嘅聖誕節十二月嘅時候咧，其實係夏天嚟嘅，係好熱。好似呢件黑色嘅大褸咧，我就相信好多觀眾都會有嘅。咁我哋將佢加上一個高貴，即刻就變咗冬天嘅感覺啦。閨蜜女王星期日晚8:10播出。